路亚！我们都站起来，荣耀我们神，哈利路亚！
信能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牧师入境吧。我相信你，耶稣领导。感谢主，再次给耶稣大大掌声好不好 ？Amen。感谢主 ，Right。再次的欢迎你们来到灯塔社区中心的早上的敬拜，阿门啊！我们还是有机会的，阿门。So yeah， 我们来注意几项的报告，在我们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啊。首先要跟你们update， 要汇报你们一下，就是我们的健康基金啊，已经筹募到11654.95元。拍手给耶稣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主。So yeah， 我希望不是在圣诞前之前我们已经筹了，那么我们就停下来哈。我们要继续的，我们要朝着目标200万的目标前进。我们要有200个种子，感谢主，我们有第一个种子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能够早日能够达到这个成立一个 center， 让所有的活动都在这个成为一个活动中心。教会不是礼拜天才来的一个地方来的，我们要实现天天教会的概念，阿们吗？就是每一个人，就是早初期的教会的概念，就是他们天天聚会，天天掰饼，他们天天赞美神，这个就是一个概念来的。所以我们希望跟他能够朝这个目标前进，阿们吗？所以，然后呀。这个拜六就是正义日了，我话不多说，我要你做同工啊，我们需要义工，因为我们这个很严峻的时候，我们要 control， 本来说要30个人，我想想不对，我们的那个环境啊，我们的那个太挤了，我们不能是一下子就是30个人，可能我们需要叫做15个人，每15个人就紧，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做把关的，就是有 SOP 啊，有量体温啊，有给他们洗手液啊等等之类，这 standard 的那个把关，这个很重要的啊，感谢神啊。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需要你来做义工，让这个正义日能够很顺利的进行 ，Amen。那么呀，另外一样东西是要跟你讲的，就是我们年初一是有聚会的，这是我们一向来的传统，向上帝拜年，向我们的长辈，属灵长辈，就是我们的耶稣，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拜年，然后跟他拿红包，求神给我们话语，再去开年的岁首到岁终，我们有神的话语来做开始，阿们。所以向神拜早年，我们聚会不长的，我们定在早上10点，那么我们就11点就结束了1个小时，因为我们知道 after that 你们很忙，你们会去做很多拜年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锁定在10点到11点， Amen。所以我们就会很快的进行，然后很快的那一天我们的程序这样的，我们有跟上帝拜年，有唱赞美的歌曲，然后有话语的造就，大概也15到20分钟，那么我们就为你抹油祷告，这个很重要的，每一年我们要抹油祷告，油会过时的，所以每一年来到神面前，我要为弟兄姐妹来抹油祷告，高莫你有新高，有新能力，新希望，新的开始。所以帮你莫有祷告，然后你也感恩，你也准备感恩祭，就是你把你的奉献放在红包封里面，然后投在信箱里面。教会有准备给你的，就是红包里面有神的话语，然后有送你苦尽甘来的甘，还有就是要预备你就是我们有一些礼物赠品要送给你，有来的就给，没来的就不给了。哎，所以鼓励你参加。哎，
那么 after that 过了新年呢，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筹备着就是半夜场，就是深夜崇拜，那个聚会是11点到12点半。我们不是哗众取宠，我们不是说吃饱再得空啊啊，为了就是啊不睡觉啊夜猫子啊，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因为要，我们很目标的，在去年的禁食祷告之后，神要我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迭个要去深，就是往深的去触摸，或者去延伸的去拉这些的群体，就是服务的群体进来教会里面。Amen。So 我们，但是这些人啊，服务行业啊，美容业啊，美发业啊，这个啊 supermarket 啊，他们都是在怎么说，在10点过后才有空的，回到家冲个凉来参加聚会，差不多刚刚好而已。所以11点到12点半，啊，我不鼓励你来参加，但是你要来 support， 当然我是很高兴的。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来 support 啊 ，support。我们一开始不会每一个礼拜聚会，我们定在第一个星期和第三个星期，就一个月只有两次，慢慢的延伸。慢慢的，哎，过了两个月，没拍嘛，人有 response 嘛，有人来啊，然后其实有报名的好几个了，就是他们知道他们根本不能礼拜天来的人，他说牧师，我们做好了要参加聚会了，已经有了，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根本真的去计算这个人数。反正我们要开始，我们也需要有人服侍啊，台上台下的服侍、招待人等等。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感动，但我没有强迫你啊，啊，你有这份方面感动，你又能够。大汉11点到12点半的，你来参加聚会，我们需要你来参与，需要你来怎么说，来帮忙牧师，让来迎娶，跟牧师一起同工同心来救这个 category 这个类别的人，阿们吗？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人，总要传福音他们，总要救些人。保罗说的救些人就是这些人啊，所以我要你参与，要你看见这个目标，我相信神要赐给我们这一部分这个群体的人。 Amen。 好，感谢主。这个时候我要大家一起站立起来，从这个礼拜开始，我要每个礼拜要做一样事情，我们要同心合意来祷告，要为疫情来祷告。这个是我回应 NECF这个福联会的要求，说要全国基督徒联合同心合意来为这个马来西亚的疫情来祷告。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当然我不只是要为疫情来祷告，我也要为你们来祷告。我要神来用宝血遮盖你们，让你们出入平安，你们也没有被病毒来侵蚀。要有依靠神，相信神的保守。 Amen。 来，我们来祷告，我们开声祷告，用你的方式，方言祷告，用华语祷告，用福建话祷告。哈利路亚，卡拉巴卡西基安迪里比比比比比里安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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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苏古鲁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卡西基安达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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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苏鲁波波波波波波波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里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卡西。哦，哈利路亚，卡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卡西鲁波波波。天父，要感谢赞美，今天早上我们同心合意弟兄姐妹站立在一起，要为这个马来西亚的疫情来祷告。我们知道这个情况是失控的情况，是没有办法去做任何东西，即使有 MCO 2.0 的话，也不能阻止这个疫情怎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你仍然在掌权，所以要把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土交在圣手，你的交在圣手里面，求你医治这地，医治这个地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求你做奇妙的工作，圣灵奇妙工作，让我们，我相信这个时候是基督徒要兴起来，要关怀，要去看顾，而不是躲在那边害怕，而是要看到那些需要的人，为他们来祷告，而去关怀他们，能够去帮助那些弱势的家庭。主啊，求主你使用这个机会，让马来西亚让人看到，哎，基督徒就是不一样，他们信徒就是不一样，因为他们真的不是用嘴巴而已，他们用行动去关怀去爱。主啊，求你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也为灯塔社区中心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祷告，求主你看顾他们，与他们同在，求主你的宝血
遮盖他们，让他们出入平安，让任何没有任何的病毒能够侵袭他们。我们相信神你的宝血的遮盖，我们相信神你宝血的能力。谢谢你听仆人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神的百姓说 Amen。 拍手给耶稣好不好，大家请坐 Amen。哈利路亚，富建堂也是一样啊，师母等下富建堂也为这些人的祷告 Amen。 来，我们一起来领受，来聆听神的话语 Amen。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一起来一起宣告啊，一二三，这是我的圣经，我相信它是神的话语，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应许，我要爱慕它，这里面有成功的方法，有亨通的原则，也有蒙福的途径，更有讨神喜悦的路。最重要的是让我明白神审判的警告，我今天预备好领受神大能恩膏的话语，叫我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相信可以大声讲阿们吗？阿们。来，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这个星期和下个星期我会给你一个很独特的没有系列的一个信息，不是，是上帝放在我心中里面的要对你说的一些话。因为我说2021年是神要带领我们丰盛的一年，可是我们要过关嘛，我们要过五关斩六将嘛。所以我们今天要跟你讲四次水中走干地，来跟牧师一起说一二三。你可能问我，牧师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主题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应该不会对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开红海走在干地上这个故事啊感到陌生。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对这个陌生证明你没有读圣经，然后你也不乏就是在电影啊，在卡通片里面你能看到 Ten Commandments 啊， Prince of Egypt 啊，埃及王子等等这种的那个情节，有描述到摩西开红海走在干地，它是一件很大的神迹啊。所以我要你跟着我一起说，跟牧师一起说，我今天需要一个大的神迹，一二三。我今天需要一个大的神迹。Amen， 你相信吗 ？Amen， 是真的吗？需要神迹 ，Amen。所以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但可能你不知道，神开红海不仅是一次的事情而已，因为你可能心想说，开红海的神迹也不只是一次而已罢了吗？还有摩西能够做的事情，也只有摩西能够做的事情，我算什么？我几时才轮到我去开红海呢？对吗？你就这样想。今天你我仿佛在红海的边缘，疫情可能就是你的红海。你看，有些人已经没有债了，因为我们今天有些人不债了，可能不知道，事业可能就是你的红海，经济的风暴可能就是你的红海，病毒癌症也可能就是你的红海，政局就是变换可能就是你的红海。摩西当时面对后有追兵，前面就是汪洋大海，他该怎么办呢？他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下去，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你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当时的情况。在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从十三节开始，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大家说看耶和华。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不永远，必不永远再看见的。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大讲耶和华必为你征战。耶和华必为你征战。Amen。然后他说什么呢？接下来说什么？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接下去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大家说往前走。往前走。Amen。你举目向海伸战。”把水分开，以色列要下海中走干地。 Amen 啊，这不是我的话来的，圣经里面的话来的。然后接下去，摩西向海伸战，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
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逃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向他们推翻在海中，然后28节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车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天父帮助我们。今天看到主啊，是你开红海的神，你是一个开红海的神，你是让我们走在干地上的行神迹的神。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谦卑的灵，让我们刚强壮胆来依靠你。谢谢你听我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刚才读了段经文，首先我们从这以上的经文，上帝告诉我们第一句话，大家跟我说，上帝说不要怕。上帝说不要怕。也很小声来，一二三，上帝说。上帝说不要怕。Amen。 Don't be afraid, just stand still, 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Amen。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我们从以上的经文得知，当我们遇见红海的时候，上帝说不要怕。当上帝用了十灾使心硬的法老屈服，然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但法老又在反悔。大约出埃及的第五天，那埃及的军队追赶，此时前有红海，后有推兵，进退两难。以色列百姓这才发现神把他们带上了绝路。然后有时候绝路是上帝给你的哦，为什么上帝把我逼上梁山呢？送上绝路，因为你没有走绝路啊，你真的不能够经历神，能够认识神。我们继续看下去，弟兄姐妹，在面对绝路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人遇困难的自然反应是惧怕、后悔、抱怨，不是吗？但我想告诉你，往往是绝路正是上帝行神迹的好时机。阿们啊。唯有在绝路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上帝的救恩临到。我们继续看下去。我曾经有个隔案啊，就是有个姐妹啊，要我好好的辅导她的弟弟。原因是这个弟弟已经结了婚，有了四个孩子，父亲把整盘的生意交给他去管理了。可是他每个晚上啊，都出去摇头吃吸毒。做姐姐的希望我能够讲她两句，使到她，让她生命改变。那你我讲，你知道我讲错吗？我告诉姐姐，如果我能够讲两句而改变她的话呢，我不是牧师，我是一个神棍啊。我深入的了解以后啊，得知这位姐姐除了这个弟弟除了这个姐姐以外，前面还有三个姐姐，难怪她能够肆无忌惮的任性。最后我告诉姐姐说，你的弟弟还不够惨，因为弟弟是你家里的温室里的小花，受保护啊、庇护啊、庇荫啊，任由他继续吸毒，让他出车祸，让大件事情发生，让他走投无路之后再来找我，或许会生命改变。哎，你发现牧师的舞蹈方式有点不一样了，是吗？不是一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是吗？所以，你明白我的重点吗？有时候不是上帝不行神迹，也不是因为红海没有打开，而是人还不够惨。跟你旁边的人说，人还不够惨。对，惨的人一定会呼喊上帝啊，还不够惨。他把上帝只是多一条路来选择而已，还不够惨。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觉得你很惨，容许我带你去医院看看什么叫惨的人。那些
癌症啊，等死啊，想活却活不了的人才是真正惨的人。其实许多的问题是自己找来的，不是吗？你想想，我们生命中的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找来的，不是上帝给你的，不是，也不是魔鬼的工具。还有，我常常遇到要去自杀的人呢，我告诉他：好死不如赖活。大家，好死不如赖活。你既然这么有勇气去死，为什么没有勇气活着呢？那些常常说要去死啊的人呐、啊，牧师，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我第一次听见了，我还紧张，我还很担心他出事。到了第十次，他说他要自杀的时候呢，我开始习惯了，因为他每次想要去死的时候，一定跟我报备一下。他有时间跟我报备呢，证明哦，他还没有时间去死。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死不如赖活，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下去。上帝说不要怕，你有没有发现到啊？很奇妙啊，这个句话，上帝说不要怕，整本圣经出现了366次。我要告诉你是什么重点呢？一年有365天，每一天上帝都对我们说不要怕，多一次是怕你不够用，送给你的。不要怕的背后是我们对神完全的交托和信靠。可以听你讲阿们吗？对的，不要怕， Fear not, don't be afraid。 这些话在圣经里面重复了366次，每一天给一次。每一天你遇到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你说神啊，你说我不要怕，我就要学习不要怕， Amen 吗？所以诗篇说，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要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大家安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处于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做到不害怕吗？假如你害怕，就说明你平常所信的耶稣还不够深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安稳的。大家再讲一次，安稳。安稳。真的，安稳是你的证据，你信靠的证据。安稳是你对神的依靠、相信的证据来的。第二，大家讲，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一二三。耶和华必为你征战。The Lord will fight for you。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的问题是自己来打战，自己征战。他们出门忘了带上帝，带了上帝，带耶和华出门。我们总喜欢用自己的方法来做事，但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为我们征战。我再一次提醒你，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是耶和华替你为你征战。Amen。许多时候上帝要为我们出头啊，但因为我们要强出头吗？结果上帝没有机会出手。难怪你会哦车跌回骨鸡巴力，满身是伤。但我今天要告诉你，耶和华必为你征战。阿们吗？在遇到红海的时候，神告诉你，第一不要怕，第二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今天你的问题是你自己来战，自己来打战，还是耶和华为你征战呢？你要问你自己。上帝吩咐我们几句话：只管站住，不要凭自己的主意乱闯，安静下来。在新约里，保罗也劝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之后，然后站住站稳。神没有叫我们 fight， 神没有叫我们打，神叫我们站住。站很重要。前几个礼拜我跟你讲，基督徒的一开始是站，而且要站稳。你站在那里，今天站得很重要。Amen。第二，看耶和华，大家讲看耶和华。看耶和华。刚才我们读到经文说，看耶和华，仰望神，定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你的困难的上面，也不要看环境上面。第三，大家讲只管静默。不要渲染的环境起舞，静默的时候你容易与神亲近，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这是今天神在这个经文里面来对我们说的。我们很忙，
很多时候我们很忙，忙找朋友帮忙，找方法，找贵人，岂不知上帝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吗？我们忙东忙西，就是不忙祷告。我们忙东忙西，就是没有时间祷告。你有看见我们的问题吗？第四，耶和华必为我们战争，不是我们为耶和华战争啊。神从不让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如果神叫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欺负。但我们的神绝不欺负我们，阿们吗？只管站住，你能做得到吗？看耶和华，你能做得到吗？只管静默，你能做得到吗？神叫我们做能够做的事情，站住，看耶和华，静默，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来的。Amen。祷告本身不能行什么，却能让我们与神亲近，明白他的旨意。我们不能医治，但可以关心病人。医治是神的事。 Amen。 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坐在世上做光做盐，拯救是神的事。 Amen。 我们不能阻止世界的败坏，但我们可以做好神的好管家，审判是神的事。我们无法阻止病毒，但我们可以有平安，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外面的更大。所以我们要该交托给谁？是上帝战争还是我们战争？ Amen。 弟兄姐妹，我们看下去啊，给一些的数据了，那、啊、这个是考古了。哎，有一位考古学家叫 Ron Wyatt， 他在发现到啊，过红海的两边，在沙地阿拉伯和过到沙地阿拉伯和过红海那个两边都有一个石柱。这个石柱啊，里面呢、啊、刻有希伯来文文字，有 Misham， 有 Solomon， 有 Edom， 有 Det， 有 Pharaoh， 有 Moses， 有 Yahweh， 意思说。这个是讲些什么呢？这是记载着红海不是神话来的。过红海不是讲，哎呀，哪有可能神能够开红海？如果你还在怀疑，我告诉你，这个是已经人家考古已经找出证据，这个红海过红海的确是有的事情。然后这个考古学家 Ron Wyatt 相信了石柱是所罗门王所立过红海的纪念，向海石柱所刻的文字，因被风雨侵蚀，当局已用水泥修复了。你可以 online 找这个资料，但是我没有时间找。今天我要给你看一个 video， 来啊，帮我开声音一下，来。我是一颗红海，是经风吹半天现神机。圣经记载，先知摩西率领犹太人逃离埃及时，向上帝祷告，祈求神机出现，让红海一分为二，让犹太人可以渡过红海。这个圣经故事曾多次被拍成电影。现代科学家最新研究发现，分开红海或许真有其事。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科学家朱尔斯的团队最近根据考古资料和卫星测量进行电脑模拟，推断神迹不是发生在红海，而是尼罗河三角洲在千年前的一条支流与西湖交汇处。若非时速101公里的东风连续吹12小时，海水会往后退，露出一段陆地让人通行。时速101公里的风力相当于10级风，可拉住法起破坏建筑物，威力强大。Like this, suppose my hands are the water, and when the wind blows, the water shifts this way and splits at the point of the bend. So there's water on both sides, a bunch of refugees can come walking across or running across. When the wind stops, the water suddenly goes back together again, trapping anybody who's pursuing who's left in that crossing there. 科学家推断，海水分开后露出陆地通道的时间可长达4小时之久。东新闻综合报道。Alright, thank you. 谢谢你帮我开灯。来 ，So， 我有在还有一些数据，但是我没有时间给你看。也就是说，在海中，就是在他们在红海底下挖出来很多的战车马兵，挖出来那个战车马兵的轮子啊，轮子里面有分里面的那骨干啊，有4个的、6个的、8个的。为什么那个
四个、六个、八个的那个骨干那么重要，轮子的骨干那么重要呢？因为它代表哪一个朝代？在摩西的时代是 Ramses II 的时代，刚好就是六个骨干的轮子的时代。他们挖出来那个马车，而且是镀金的，镀金代表什么？就是法老本身是亲自骑着马车追赶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然后他自己沉在被这个红海淹没了，自己沉在里面，那个轮子镀金的也是六个这么枝干的轮子在里面，已经生了三无。我没有时间给你看这个东西，但是你可以 online 找。其实我要告诉你，神开红海不是神话来的， Amen。第二，大家讲第二次走干地。我们来看第二次走干地的时候是在约旦河，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远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以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耶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弟兄姐妹，我再也不能够拿出证据来去证明我们的神是解决难题的专家，明白吗？我的意思是，神说不仅仅能够开红海，神现在神也为他们的百姓，他的百姓开约旦河。这是神的百姓经历水中走干地的第二次。我想告诉你，你需要神迹，神迹不是少有的，神迹的关键在于你怎么来看神。 Amen 吗？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约旦河，你看这个蓝色的这个蓝色这条河就是约旦河了，它不是我们槟城的苏埃槟榔那么小条而已，它是一个很大条的河，而且是很深的河。而且圣经说，当在收割的时候，这个河水会泛滥，会涨到两岸去，这个河是能够划船的，有没有？这个河不是很浅的河，随便走可以走过去，苏埃槟榔你能走过去，但是约旦河你走了一定会被淹死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任何时刻都是上帝做工的最佳时机。而且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圣经特别强调是河水最涨的时候，而不是低潮过退潮的时候。弟兄姐妹，此时我可能捉住到你的注意力了，你可能问我说，牧师，我是如何水中走干地呢？我的答案是，不要走 shortcut， 不要走绝境。大家讲，不要走绝境。对，我们生命当中不要走绝境，不要 shortcut。神让我去干这件事情，但我没有把握，我要不要开始行动？可能这就是你的问题。许多时候，神感动你，你正要面临一个抉择，你一直考虑要不要去做。许多人错过行神迹走干地的大好机会，因为他们犹豫不决，他们裹足不前。是的，神的timing已经来了，神的时候已经来，可是你还在那边犹豫，哎呀，买要不要，要不要，你就错过这个开红海，开走在干地的好时机了。今天我们要看到耶稣亚带的团队走干地，走在约旦河中，因为他们不犹豫。以色列人渴望进入应许之地，可是在经历应许之地之前，他们有一条河一定要过的。如果这条河过不了，不要说你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根本永远得不到的。你要有丰盛的生命，你必须要敢敢的走出去，踏入这个约旦河。 Amen。 神明明的命令，要想要过河，祭司必须首先踏住下水。即使祭司假如
假使祭司害怕不敢踏出地步的话，又将会怎样呢？神对我们的问题常常不先采取行动解决，直到我们信靠他，照着他我们当做的事情前，神才使一切迎刃而解。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难以渡过的江河呢？什么是拦阻你进步的呢？你要问你自己，今天早上你要顺服神，踏下第一步，问题自然可以解决。我们问题得不到解决，因为我们原地踏步，不敢前进。当你原地踏步的时候，你看约旦河仍然是约旦河，当你凭信心走出去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约旦河变干地。可以听你讲阿们吗？这是神在对你说话，你不知道吗？我们看下去，弟兄姐妹，属灵是没有走绝境的，没有 shortcut 的，是一步一脚印的。有些人信耶稣信得好辛苦，因为他们没有把信心建立在耶稣身上，他们看的是环境，他们看的是这种人啊，是见风使舵，那里好处就往那里堆。他们是以环境来决定他们信仰如何。但如果你今天要过红海，要过约旦河，你就要必须敢敢的信靠上帝。 Amen 吗？不要让环境拦题拦阻你得到你的神迹。 Amen 吗？神如何叫河水停住，其实这不太要紧，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是在春季渡过约旦河，这时河水涨溢两岸，神选择河水涨最高的时候把它截流，好彰显他的大能，叫以色列全族从河床中的干地走过。神行了何时宜的神迹，让他的百姓走干地过了河。他以超自然的大能见证，使以色列人对他有盼望，并且使人数比他们众多的仇敌知道以色列的大名。我让你看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牧师要跟你讲些什么呢？如果神轻易解决你的问题后，你很快就忘记他的恩典。神通常选择水淹到你的鼻孔的时候，水追淹鼻孔的时候呢，神才出手搭救，这样你便能够记住神的大名。阿们吗？这是神做事的方法。也就是说，今天如果神还没有出手，那是因为你的问题还不够大。跟你旁边的人说，问题还不够大。神选择涨潮最高的时候出手，他要他的百姓知道这件事开约旦河绝不是自然界的事情。 Amen 吗？这个是超自然的事情。神从来没有忘记在我们生命里放下红海，放下约旦河那样的记忆。有时候我们走过红海来到约旦河的面前，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我们是善忘的，我们是小心的，不是吗？以前神帮助过我们，我们忘记，我们遇到新的问题，我们又在那边埋怨了，不是吗？我们在经历神的恩典和拯救之后，我们还常常在新的问题前面依然的顾虑担忧。红海要过，除非我们要留在埃及里面做奴隶；约旦河要渡，除非我们想一辈子在旷野里面流离浪荡。你自己选择，选择在于你，到底要不要过红海，到底要不要过约旦河，你的选择。所以你说，哎呀，为什么没有事情没有改变？那是因为你不愿意踏出你的第一步。过红海渡约旦河却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资源、我们的才干，乃是单靠
凭着神的应许，神的方式和神的能力，阿们吗？因为神如此说，因为神发起，所以约旦河边才有今天熟悉的神迹。我要鼓励你，神要我提醒你，他开在水中走干地，开河开海，他不是第一次做，他也不做一次，他总共做了四次。大家讲第三、第四次走干地，一二三。我们来到以利沙和利亚的故事了。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个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大家跟我一起说，远远地站着他们对面，一二三。对，两人在约旦河边站住。我们看到有两个分别，一个是以利沙死打死的不愿意离开，跟着以利亚走到约旦河那边。另外有50个先也是先知的门徒，可是远远的观望，只是看爽看热闹而已。今天有很多人是看热闹，你不知道吗？来教会也是看热闹，来信耶稣也是趁热闹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以利沙那样，你到底是50个的先知门徒呢，还是以利沙？你问你自己。然后圣经说，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哈利路亚，你看到没有，走干地绝不是第一次一次性的经历而已，所以你不难发现走干地的神迹在圣经里面其实是普遍性发生的。 Amen。所以我告诉你，你的红海不是问题，你的约旦河也不是问题，问题你怎么样看神。 Amen。 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在此给我们一个很含义单纯、很简洁而且很无误的教训。神要用新时代来做大事，而且每一个新时代的人都要为经历圣灵和得到从主那儿来的能力而寻求主。神要兴起新的时代，但是你做好准备了没有？当我们读到神为摩西分开红海，为耶稣亚止住约旦河的时候，我们赞叹不已，不是吗？然而当要求主为我们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却又觉得那是另一回事。但在这正是神对我们的心意，他要行神迹，并使他的灵充满在他的子民身上，所都是前所未有的。他渴慕加增广大我们的信心，能像以利沙一样为他的荣耀而求加倍的恩膏。 Amen。 弟兄姐妹，但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在哪里？今天基督徒，我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知道的太多，行动的太少。每一个我见过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头脑大大，身子小小，信心小小的，那个是 ED 来的，外星人来的。我们教会里面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人，你跟他讲知识，你跟他讲圣经，他说啊，牧师我知道了，那个红海哦，我知道，也等等，我知道，知道的太多，行动的太少。看看那些远远站在对面的50个先知门徒，唯有以利沙一个人也跟随以利亚到最后，看着他坐着战兵马车离去，真的。你在哪里？今天我想问你，许多人想要加倍的灵、双倍的恩膏，却不愿意付出代价。大家讲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是的。不要讲病毒来啦，对吗？我们都不敢来了。我们讲为耶稣死，
不要讲为耶稣死啊，我们好好为耶稣，我为耶稣做见证也不能啊。你明白他讲什么吗？这是我常常为神打抱不平的方面来的，为神吃醋的方面来的。很多东西我们很敢死，就是不敢为神死啊，你明白吗？在就业这一景啊，以利亚像耶稣一样升天之前，天到天父那里去，而耶稣也应允我们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的重点是说，你们必须比过去的时代得到从我而来更多的恩膏，更多的能力和权柄，而且我的灵要赐给你能力来胜过，来克服你所需要克服的东西。 Amen。 除非你把耶稣讲的句话是废话来的，他讲爽的，我相信神说，耶稣说的话，我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做个更大的事情。几时才能做更大的事情？难道不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吗？这是我的感动，这是我的想法。我们看下去，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撕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先回去站在约旦河边。我们看下去，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呢。打水之后，水左右分开，以利沙走过去了。哈利路亚！我们看到的是第四次走干地， Amen。 走干地的神迹绝不是第一次而已，但每一次如果你愿意让神使用你，神迹就会发生。哈利路亚！第二天我要告诉你，神正在开红海的时候，神正在要你渡约旦河的时候，你却在那里。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一个坚持到底的人，以利沙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他下定决心，并且付上极大的代价。其他的50个先知门徒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从约旦河走干地而过，而以利沙却亲身的感觉。分别在这里，其他的门徒不知道走干地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以利沙走在干地，他说 I feel good， 哒哒哒哒哒，因为肯付代价，跟随到最后，得到别人所没有得到的好处。他走了很漫长的路，他们大概要走4-5天，那时候没有 MRT， 没有火车，没有任何东西，走了4-5天的路程。但以利沙没有一点想要放弃，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没有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阿们。基督牧师讲的话，天底下除了生死，没有什么事情是大事了。明白吗？你记住我讲的话，没有脱掉旧的，就不能穿上新的。神在新的时代要带下新的作为，新的运行，我们不能再持守着旧的传统、旧的做法。你不可能又穿旧的又穿新的，这样会出现问题的。你必须要把旧的脱下来，来显出你的决心。 Amen。 以利沙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决心的人。他从第一次遇到以利亚的时候，原本他是有12头牛的人来的。哎，在他的时代，早在2000多年前，甚至3000年前，以利沙有12头牛，就好像今天他家的是一个是叫什么车啊，最顶的，总之你去想啊，总之啊，最顶的就前一家的前面12头牛骑着这个牛车，多庞大呀，你知道吗？可是他看到以利亚之后啊，他就把这个牛全部宰杀了，
起来跟随以利亚。当以利亚一走，他立即就将自己的身上的衣服撕了，这都付上相当的代价。伊丽莎肯定家里是很有钱的，一定是富二代来的，可是为了要追求那更好的，他宁愿把自己的衣服是一个象征地位的象征和代表，他撕下衣服，把自己的衣服撕下来，拿起伊丽莎丢下来的衣服外衣穿上去，代表着他继承伊利亚所做的事情。我常常跟你说，可能你听过，可能你没听过，允许我再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都是服侍上帝的仆人。我的部分就是我的牧师交给我任务，就是每次请了那些外来的讲员啊，那些都招待他。我们教会不是很有钱，所以我们是住楼教会楼上的 double decker 那种，所以我就陪他睡觉。啊，不要误会啊，陪他睡觉不是那些乱乱的事情啊，就很多的传道人都是男的啦，不是女的啊，男的传道人陪他睡觉，就照顾他的他的起居饮食，带他去吃，带他去那里他们需要什么，就帮助他。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有个牧者，相当有恩高的一个牧师，他叫 Jim Carlson， 是纽西兰人来的。他很有先知恩高的，哎，我的教会有很多人啊，那些不相信圣灵充满啊，按手他会倒下去的，知道吗？你像那个Jim Carlson啊，他有恩高到一个能力啊，那些不相信的人走出来啊，故意要给他祷告，就是不要倒了嘛，知道他不要倒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吗？那个牧师Jim Carlson不知道吗？他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啊，这个人啊不是倒下去，是飞出去啊。那些不相信圣灵工作、不相信圣灵恩膏的人啊，嘴巴大大。后来我看着他怎么祷告给人家，那个长短脚伸出来，很多神迹奇事，很多神迹。那还有一首歌，我们 Sing unto the Lord a new song， 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就是他写的。原创者写这首歌，向我们的主唱新歌，圣灵感动他，马上就写这首歌出来。这个牧师，他要走的最后一天，我到今天没有见到他，大概都超过有20年了。我说牧师，你为所有人祷告，你都没为了祷告，你可以祝福我吗？把你身上的恩膏分赐给我。那时候我跟他讲，然后他在临走的时候，他就为我祝福。我说就这样而已吗？啊，你还不够，我已经把那个使徒性的恩膏 apostolic anointing 让你以后你就会去开拓教会，你有很多恩赐去开教会的。20年后的今天，这件事情应验了，我去开教会了。我要告诉你，你要付出代价，没有 shortcut。你必须愿意付出上极大的代价来领受神的恩膏和能力。而且以利沙的目标相当明确，他要求以利亚身上的灵啊，以利沙求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他， double portion of your spirit。 今天有多少基督徒会像以利沙那样祈求，也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感动我，有吗？我们知道他得到以利亚加倍的灵，因为以利亚一生行了8个神迹，以利沙却行了16个。你回去读，这个列王记下，你去读他去 record 去算他的神迹，真的是不多不少。以利亚做了8个，以利沙就有16个的神迹，就是说证明了他身上有加倍双倍的灵在他身上。以利沙得着以利亚恩膏的外衣之后，就按着先前的路来先前走来的路回去，回到约旦河旁。先前他们是从吉甲到伯特利，再到耶利哥，后来到约旦河旁。回去的时候，以利沙照这顺序回去，宣告他已经得着以利亚的外衣，得着双倍的恩膏。
伊丽莎不仅走沿路回去，而且来时看着以利亚分开约旦河，两人走干地过来，回去时只剩他一个人，他也照样走干地回去。圣经这里说，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那里啊，在那里呢。打水之后，水左右分开，以利莎就走过来了。第十四节，为什么以利莎要沿路回去呢？因为他看重属灵的传承，他承接了以利莎的先知的呼召和恩告，这样一脉相传下去。也就是说，当将约旦河打开是以利亚最后的一个神迹，也是以利莎的第一个神迹。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我相信今天神对你说话。下星期我还有一篇信息，大卫用五个石头打巨人，哈利路亚。你知道除了耶利哥，圣经讲耶利哥是巨人以外，还有哥利亚，对，不是耶利哥，哥利亚。圣经有五个巨人哦，而且这五个是上帝准备给他的石头。我们看见大卫在一生当中用了这五个石头来打这个巨人。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要敬拜神，我们邀请团队。哈利路亚。
切。在你怀里，我爱你，我的天父，你是我的一切。哈利路亚！我坚信，我仰望在。早上我们看到水中走干地绝不是一仅止一次而已，你看你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都有多么重要。我们看到神就是很喜欢开红海渡约旦河的神。你的 红海是你的问题吗？是你的拦阻吗？前有追啊，后有追兵，前有红海，前面是约旦河，他们不过永远得不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对啊，红海不过永远留在埃及里做奴隶。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的选择是什么？今天早上，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有人愿意一辈子就是这么样平庸、庸庸碌碌的，不期待神做什么东西的，对神没有渴望，对神没有期待，对神没有任何的那种的渴慕，就是这么样。今天早上你有一个另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像摩西一样，你可以选择像耶稣亚一样，你也可以选择像以利沙一样，选择不一样的生命。问题是有的，疫情反复是有的，经济问题是有的，旧的问题过了，新的问题还是会来的。但是今天早上神要告诉你，神要透过这篇信息告诉你，他是开红海渡约旦河的神，他是问题难题的专家。只要你看耶和华，不是看环境，不是看你的问题有多大，而是你的神有多大。 Amen。 回应神，祷告。如果你今天说我要看到，今天我要一个大神迹，你是那一个人，你走出来，牧师要为你祷告，牧师要为你祝福来祷告，要你为你的红海，为你的约旦河来做一个奇妙的工作。走出来哦，不要习惯性回家，听了大回家。今天是你做决定的日子，今天是你救恩的日子，今天是你回应神的日子。卡拉巴卡修罗波波波波波谢吉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卡谢。哦，哈利路亚，卡拉巴卡西吉安德勒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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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原地踏步不是你的选择，
原地踏步不是你的选择，你踏出的第一步是改变的第一步。克罗波哥西吉安达拉巴卡西吉安多罗波波波波利安迪勒，哦，哈利路亚，卡拉巴卡西安达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西安达拉卡苏赞美你，赞美你，卡拉巴卡苏，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带来改变，你的话语带来恩膏，让你的恩膏流入，让你的能力流入，充满他。是的 ，Father God, in Jesus' mighty name, in the name of Jesus, let anointing flow even right now, from the crown of head to the tip toe, even right now. Yes, in Jesus' mighty name, in Jesus' mighty name. Oh God, I give you praise. I give you praise.I give you all the glory and honor. Lord, 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h, 神你所选择的，你就预备。你所预备的，你就恩膏。你恩膏的，你就使用。主啊，你让他在他生命破碎的生命成为一个破碎的器皿，因为你就是要让他成为一个恩膏的出口。能力的出口 Father God in Jesus mighty name even right now yes touch his life even right now in Jesus mighty name in Jesus mighty name Father God in Jesus mighty name receive it 领受领受凭信心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 Lord hallelujah主啊感谢赞美你 I speak a breakthrough even right now I speak a breakthrough I speak a renewal in Jesus name Yes Father God in the name of Jesus Touch him even right now From the crown of head To the tip of toes Even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In the name of JesusOh, 领受领受领受是是是就是 那力量那能力领受不要害怕 touch touch in Jesus name in Jesus mighty name yes yes receive 领受领受 Oh hallelujah 主啊感谢赞美你 你用软弱的来叫刚强的羞愧，你对你用那个卑贱的来叫荣耀的羞愧，你使用它，使用它 ，touch her right now in Jesus name, in Jesus mighty name, in Jesus mighty name。Oh Jesus name 把这小女交在神手里面主啊你恩膏流入使用它让它满有圣灵满有恩膏让被你来使用奉耶稣的名 Amen 领受领受领受 Touch in Jesus name Yes Yes Jesus my God Amen 感谢主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再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相信今天早上的道它绝不会回到我的身上而没有果效而落在地上没有果效我相信我神的话语一发出我相信今天早上会有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相信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会做奇妙的工作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你是开红海的神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你是帮助我们渡过约旦河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加给他们刚强壮胆，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忍爱谨守的信。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如此的分散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拍手给耶稣，哈利路亚，哦 Amen。